我们来到凡尔赛皇宫，它好远哦，而且入场前就要先排队。我们有提前在网络上先买好票，所以就是照时间过来。但是你买好票了以后，还是要排队入场，因为人真的很多。It's hard to get used to living without you.建议去租那个导览，我觉得有导览的会看起来更有感觉，就跟我们去梵谷博物馆的时候有导览很加分。但因为我们这次时间比较不够，所以就没有租导览，就走马看花，大概两个小时就看完了。来，这边的机器呢反应非常的慢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你按了以后要等很久，它才会有下一个动作。你只要慢慢等。哦，好险！刚刚那个机器太慢，它反应不过来，我们没有买票。因为呢，火车被取消喽。好险没有买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。大家一起往下一站，大家一起走到另外一个站去搭车。巴黎的交通就是它的地铁非常容易取消或是误点。所以呢，就是然后你买票又要大排长龙，每次买票都要等大概十分钟，大战。最后我们来吃法式薄饼，这一家就在饭店的附近，它的评分蛮高的。我的是咸的口味，是鲑鱼加起司，我画的就是巧克力。它的皮蛮脆的，它是蛮有嚼劲的饼。巴黎的交通真的蛮可怕的，就很多脚踏车，又很多机车，然后车子也很多，然后路又很小，大家的火气都很大。在这边开车真的要考验技术，哎，好难哦，比釜山还要难哦。很多人在接机哦，是 2PM 的俊浩要来，我们要看一下吗？为什么默默的也在等？结果发现我们好像搭同一班飞机哦。什么？他刚刚说我们是搭同一班飞机，大韩航空。Business class。哇塞，他应该是头等舱吧？我们很远。哦哦哦，来了！哇，我们机场接机耶，好好玩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哇！等等等等等，追星追星！哇，好近哦！今天什么？阴阳的。可爱的大韩飞机。遇到天使员工太开心了，遇到俊浩也是太开心了。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一个艺人。反正呢，因为我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用那个员工票了，
然后员工票的缺点就是你要选大家剩下的，我们刚刚原本是中间的位置，但我们遇到超好心的大韩的姐姐，她帮我们换坐在一起，谢谢她，我感动流泪，真的光你14个小时要分开坐很痛苦，赞，我爱大韩，我们搭过荷兰航空以后觉得大韩太赞了，爱大韩。大韩航空很宽，然后空服员态度都超好的，我们经历了欧洲的服务以后就觉得亚洲的服务真是棒。想念的拌饭 ，Oh yeah, Oh yeah, Oh yeah！ 兴奋的小手。哦，转盘了，十分钟。练练练。我们瞬间移动回韩国了，因为我们真的太饿了，然后要等飞机去釜山，所以我们就先吃猪排。刚刚吃的那个可丽饼的价格比这个猪排还要贵哦，突然觉得韩国好棒。So sick of living, and I've tried to make amends, but this feeling doesn't ever seem to end. 我的天哪，终于到釜山了，哇，这不知道是经历了几个小时。All right， 우리집으로가자。嗨，大家，久违的回归韩国日常，大家有没有突然很不习惯，从欧洲的风景换到韩文的招牌？哈，今天呢要跟朋友约吃晚餐。然后我又来到了西面，我觉得从巴黎回来以后，走在韩国路上最开心的就是我不用随时怕会被偷，可以放心的随便拿包包。你呀，今天要吃汤咖喱，日本的店，很可爱。很多蔬菜，很好。第二摊原本我们要来吃这个青鱼生鱼片，但是现在晚上9点要等11组，所以我们可能会找别家。但这个鱼看起来很新鲜呢。我们改来这一家看看。对啊，不一定有位置哦。哇，嗯，它就是那个生鱼片最有名。To be all grown up, but the last couple years have been a little rough. If people close to me say I'm enough,
make amends, but this feeling doesn't ever seem to end. Yeah, I'm so sick of living, I just want this shit to end. But I know that makes you sad, so let's pretend. Yeah, let's pretend.来吃这个青鱼生鱼片，上次没吃到的，这就是那些鱼。哇！我又来田埔咖啡街晃晃，今天天气很好哦。